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开箱影片 Open Box Video， 好久没有做了，最后一次做是夹娃娃了是吗？然后这一次非常特别，因为我要开箱两个东西，两个 item。这次就要非常感谢 GearBeast， 他们 sponsor 了我这两个玩具，没有错，我是拿 free 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它现在这个里面蛮大个的，这边一个，这边底下一个，底下这个比较长，这个比较短，所以我们先开短的。哎，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两个 item 啊，我不要说你们。那么第一个东西呢，就比较小一点了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哦，机器狗，哇哦！大家知道啊，我每次就是很想要一个宠物，可是。我每次跑来跑去啊、又跑 KL 啊，跑哪里呢，所以我就不可以养真的宠物了。那么既然没有真的宠物的话，那么就来一个假的宠物啦，这样你随时要跟他玩，你帮他插电就好了。哎，啊，哇哦，哦哇哦， look at this，太白了哈、哦、OK， 有它的插座在这里，嗯，哦，这底下开了，哎呀，哎 ，All right， 这只狗它怎样开始？Shit， 要冲哦 ，OK， 那动开哦 ，OK， 哦哦哦哦。小朋友你好呀，我是快乐的小狗狗，跟我陪你玩吧。哦哦哦，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。哇哇哇哇！我懂你很爱我，我懂你很爱我。冷静，冷静。哦，哦。你要自杀是吗？哈、啊！我去！哦，他我不知道是拍手还是有反应吗？哦，哦，跳！哦。哦，我就可以。我放在地板先啊。真无聊了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哇，他自己睡觉了。小主人，你先睡一会儿，要闻按我的头吧，谢谢，再见。哇哦，他说按他的头叫再启动他是吗？哎哎哎对对对对对，这边有个开关的东西啊，我关掉再开一次。给再开 ，done。嗨，小朋友你好呀，我是快乐的小狗狗，让我陪你一起玩吧。我陪你玩啊 ！Come on, come on！ 我陪你玩 ，No, No！ 不要睡 ，Yeah, that's right, that's right. Oh, oh, w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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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！ 这么快 ，Come, come, come！ 没人理我，我理你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后退。
哇哦，前进。哇哦，撒尿都要我压，撒尿。好，要去找地方小便了。哦。啊 ！Alright， 狗狗完了，那么就来最后一个了。哇！那么这只恐龙希望会聪明过这只狗了哈。哇哦！哇，可以这样 preview 看里面哦。Alright， 从那里开。啊。恐龙说明书，我等一下再看。So， 我要怎样开呢？我要。啊，还有一粒 Pokemon Ball 在这边了，空了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一条龙啦，要怎样开始哈？开它的肚子看一下。哦，原来要放 battery， 而且还要四粒哦。装 battery 一下，放这边，放这边，倒回去。那么它还有一粒球嘞 ，damn， 它的球也要 battery。那我看看要怎么操作啊。Alright， 他拍一手，他说要拍一手两次，看一下有反应吗？哦，拍手三次。哇哦，真的有反应。Play. 他会嗅我的手，嗅。So connect， OK， 我 connect 好了，我要 try 一下啊。这个 app 才可以看它有多少%电了嘞。喂食物的 milk。啊，喂它喝牛奶。他吃蛋糕，哇，我发现他有一个功能，如果你用笔画他的路线的话，他就会跟着那个笔线走，画一个圈圈圈。里面还有战斗模式，还可以打架的什么一大堆，所以我要拿它跟那个狗打一下啊。哇，它还可以射镭射炮的，虽然只是声音啊。
Alright， 跟你的朋友说好啊。挑起食物，这边是食物的图案。哎，远点了。哎，点点。呀，食物。哦，这个是跳舞的，跳舞的。哇哦！啊，跳一点点舞啊！哇哦！是不是很棒呢？我会把这两个 item 的那个链接放在底下，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一下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